瑞士就在北边，他们决定去那里。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酒保告诉亨利，第二天早晨意大利宪兵会回来逮捕亨利。酒保巴不得他们赶快逃走。酒保给他们找了一艘小船，连夜在湖面上划船，避开巡逻队。天刚蒙蒙亮，他们就到了瑞士。他们上岸后，被瑞士士兵抓了起来。不过因为有美国护照和现金，所以瑞士人对他们很客气。 所以给了他们签证。后来，凯瑟琳和亨利住进了格丁根太太家，那是一所农舍式的别墅。冬天下着霜，他们用松木取暖，毛毯又软又暖和。格丁根太太送来了热水、木头和早餐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可以看到青色的湖水、对岸的雪山。亨利觉得战争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海明威把男女主人公在瑞士短暂的生活描绘的如诗如画：雪山、平原、小溪、湖泊、松林、葡萄园。 鸥鸟和燕雀，凯瑟琳正在理发店烫发，亨利一边等着，一边跟他说话。一出来，他们就谈到了凯瑟琳和小亨利即将出生的事。他们谈起医生的劝告，说凯瑟琳屁股太窄，不能生育，更不让他去滑雪。他们还说凯瑟琳最好留长头发，亨利最好留个胡子，这样看起来更好看。在这些琐碎的事情和谈话里，有一种最平淡却又最独特的快乐。一起去洛桑。 一起去郊外兜风，一起去相会的路上，玩的不亦乐乎。然而时光荏苒，眼看着凯瑟琳就要临产了，她的腹部开始出现不规则的阵痛，疼痛逐渐加剧，另一向温柔的凯瑟琳险些失态。在医院里。 凯瑟琳一遍又一遍的叫亨利给她上镇痛药，医生、护士们忙得不可开交，情况紧急，最后还是做了剖腹手术，把孩子取出来。可惜孩子没过多久就死了，凯瑟琳失血过多而死。亨利想，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原来如此，凯瑟琳死了，孩子死了，这就是我的结局。他和他最爱的女孩凯瑟琳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，逃过了战争，他们期待着美好的生活。 却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死亡的厄运。海明威说：“亨利孤身一人，孤零零的徘徊在深夜的街道上，这就像是世界末日。再怎么善良的人，也很难死去。世界要打败每个人，如果他是强者，世界就会把他杀死。伤害最好的人，最温和的人，最勇敢的人，一视同仁。”凯瑟琳临死前的遗言是：“人生是个卑鄙的骗局。”这也许是海明威最痛苦的时代领悟。这句话直指,指罪恶之战。 当时的年轻人大多听信了国家神圣、荣誉等关于战争的卑鄙宣传，被蛊惑欺骗，最后却失去了个人幸福，沦为无意义的牺牲品。他们明白，他们在战场上并非为了所谓的正义而流血牺牲，而是憎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。小说的锋芒不再仅仅是针对战争，而是针对导致战争的国家政治。为了无休止的掠夺资源、占有资本，国家毁掉了普通人的幸福。 像海明威这样经历过战争的幸存者，大多都是悲观绝望，没有精神支柱。因此，现代派女作家斯泰因在海明威来到巴黎时告诉他：“你们都是迷茫的一代。”海明威第一部小说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出版时，便用这句话作为题词。如果太阳照常升起，这是一种迷茫；那么，永别武器就是迷茫的根源，战争。 对于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幸存者来说，像海明威或本书的主人公亨利一样，他们的信仰、理想和道德标准都被摧毁了。他们曾经信奉的价值观也随之土崩瓦解。他们憎恨战争，厌恶战争，却不知如何消除战争。苦闷、悲观、绝望、空虚，仿佛灵魂出窍，百无聊赖，觉得前途渺茫，没有精神支柱。理想和现实的双重破灭，使他们成了迷茫的一代。 因此，海明威、菲茨杰拉德等作家都是代表作家。好吧，我们把亨利和凯瑟琳的故事讲完，向战争告别，向爱情告别。海明威在讲述他们命运的悲剧时，运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，这正是海明威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。首先，这是一种极好的意象，一种隐喻的写作艺术。所谓意象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作者从某些事物中选取某些事物。 赋予其一定的思想感情和意义，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。借着这个意象，海明得到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和感情。海明威在悉尼学习写作时，受到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影响。庞德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白诗人，他主张简洁有力，用具体的意象写诗。如他在代表地铁站台，全诗只有两行，在人群中忽隐忽现的脸庞，湿漉漉的，漆黑的枝叶。庞德原本写了三十行。 现在只剩下这两行了。花瓣形象准确的描绘出他在地铁入口处所见到的一张张美丽的脸庞。庞德的意象创作对年轻海明威的影响很大。《永别》的武器开头所描写的秋雨绵绵，使整部作品蒙上一层阴影，暗示战争是可怕的、无情的。战争像霍乱、疾病一样，具有传染性，难以控制，给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带来无尽的痛苦。 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，而冰冷的雨呢，也给整篇文章营造了一种压抑、低落、凄凉、迷惘的基调。于是，海明威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。 在小说里，亨利回到前线，逃到了瑞士。雨象征着不幸和不幸，这些景物象征着战争的可怕和破坏性，以及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反对。凯瑟琳在雨中哭泣，就是这种恐惧和厌恶的直接表现。海明威喜欢用含蓄的、间接的、暗示的方式来留出一些空白，来让读者去想象。比如小说里，海明威省略了所有的情节，包括亨利的真实身份。后来，他收到了一封信。 是在疗养院里寄来的。小说里只写了一段关于家庭和对国家的忠诚的简单叙述，还有一张二百块钱的汇票和一些简报。信中的时代气氛和亨利的家庭状况都需要读者自己去揣摩。后来，海明威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——冰山理论。他曾把写作比作海中的冰山，露出水面的只有七分之十八，却藏于海中。正如加西亚和马尔克斯对海明威的评价一样。 他的作品中省略了一些东西，更确切的说，是赋予了他一种神秘而优雅的感觉。其次，再见，海明威独特的零度情感也是武器成为经典的原因。简而言之，零度的情感就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情，也没有任何的温度。比如小说最后，凯瑟琳难产死了。 亨利不顾阻拦，要进去看他的遗体，跟他道别。亨利经受过战争的摧残，凯瑟琳是他温暖幸福的家，他的死对亨利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如果是其他作家，肯定会写得天花乱坠，但海明威呢？但结尾却是冷冰冰的。让我们看看海明威的结局。他沿着走廊往前走去。我走出房间，你现在不能进来。其中一位护士说：“我能行。”是的，你现在还不能进来。我说：“你出去。” 那个人也出去，可是我把他们赶出去，关上房门，把灯灭了，一点好处也没有，这简直是在向石像告别。几分钟后，我走出医院，冒雨走回旅馆。这个结尾经过海明威几十次修改，最终确定下来。他用对话代替叙述，从谈话中可以看出，他曾三次拒绝让医生护送他回旅馆，两次与护士发生争执，要求进入病房，最后看一眼凯瑟琳的容貌。 简洁的语言比叙述更直接、更有力。除此之外，小说里没有其他人物的去向，只强调了亨利的结局。他离开了医院，在雨中回到了旅馆。亨利的动作僵硬而麻木，他的作品戛然而止，留给读者去想象。越是情绪激动，作者就越是克制。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在感情正浓的时候不宜写诗，那样会扼杀诗的美。海明威的结尾被称为零度结尾。 既冷静又理智又客观，将亨利内心的悲伤、孤独、绝望、麻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管是意象与记忆暗示，还是零度的写作手法，海明威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表现反战主题。一些评论家认为，《永别了，武器》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于，他把反战和厌战思想推向了极致。不过，和以往的反战小说不同，海明威在《永别了，武器》这部作品中，并不只是书名告别了武器。 告别了战争之后，他还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？小说已经从亨利与凯瑟琳的悲剧中得到了答案。海明威不指望战后和平，因为战争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幸福，还摧毁了人类对未来的希望。人们如火堆里的蚂蚁，逃无可逃，大多数人都逃进了火海。不管怎么说，难民们都会死，这就像是世界末日。再怎么善良的人，也难逃一死。在这种迷茫与无望中。 海明威对现代社会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反思，揭示了战争给个体带来的无家可归、精神困境以及生存信念的悲剧性，及个体的反抗最终会被外界未知的强大力量吞噬。然而，反抗失败并非海明威思想的终点，而是他的起点。 他希望借此表明，以战争为核心的外部力量正在摧毁传统的人性观与家园意识，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重新认识生活的意义与准则，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因此，这部小说不仅是对战争的反思与批判，也是对现代世界人类命运抉择的经典作品。好了，再见了，这本武器书就给你讲完了。音频下面是听书笔记，明天见。